吃一包，我一包果汁一秒两秒果汁来包过你干嘛？要点菜？点只菜？有想要吃什么无？贡丸。贡丸。要多少？啊，想要吃贡丸的，来开200块啊！这乌猪肉的贡丸，来200块啊！200中起。来200，够有人买来无？多少钱？还开200得啊，200。200拢换哦，来跟我小家庭的来开100得啊，100。来100只。来100。来100个。来个啦，拿钱。无啊，你家讲。好啊。可以。可以。来，想要吃鲑鱼的，来要吃鲑鱼的，来开500对吧？500。今麦拢大袋哦，来一袋500，两袋500，三袋，来四袋，来5袋，500对吧？来500，搁少一个无？500，吃鲑鱼，500对吧？500，拢完吼。来只。来四袋，来5袋，好哩。啊，是你还搁一个五百？好，一个。好的。好。啊，搁来要吃什么？第四间。哎呦，啊，这第四间，这羊肉烧有做好吃啊？在外口煮一鼎4-3，两鼎8-6。要吃鱼翅鸡，唔免800，唔免600，来500得啊，500。来一鼎够哩，一鼎够哩。来一个人客，来500得啊，500。够人客。来小家庭吃不了，来2-5得啊，2-5。好只。好只嘞，我两枚。来小家庭来开2-5得啊。我开。开一箱。要几个？一个。第二个拢有啊吼。啊，这鸡腿卷，这用真的有做好食啊！后壁200多啊，200，鸡腿卷200。来，二、四、来六、来八、来十条鸡腿卷200多啊！二、四、六、八、十。我一条，两条、三条、四条。五六七八，还九十。两分啊！还二四六八，还十条好哩，200多啊。我这四个哦。二四六八
是。2、4、6、8、10。快几千了。我要买。八条、十条，弄完后，来两百鸡腿更弄完，到小家庭来一百得啦，来小家庭来开一百。姐，老梅，拿过来。行。来，一百弄完吼，收。看，够人要喷，够人叫我帮我加要喷一下。来，这牛柳，这用炒的就好啊。你炒沙爹、炒洋葱最好吃，我靠，炒一包二啊五，两包五百。来，要吃牛柳的，来300就好啊，300。好，起来。四个，来五个人客。来300就好啊。来，一包够你。来，再够你。来300够就一个好不？300。我一包够你，300几个人客，坐哦，刚可以使坐跳出来，300多，300，啊，无我超过你啊，来300多啊，好起来，来300就最好坐好，300最好坐300。三百弄完吼，来一百多啊，试吃看嘛，毋捌食过一百多，来一百，最后一个一百，来最后一份一百，迄边讲人要来一百多，一百。来过来要食啥物？啊？哎，这胡汤木熏鸭，这贵只哦，这羊肉烧最好食。要食鸭，唔免300，唔免鸭哦，来200得啊，200，贵只哦，熏鸭200，懂我吼？是啊。多谢你。来200。辛苦了。来吧，要吃什么？啊！鸳鸯虾饼。哎，鸳鸯虾饼，这一包内底有两块，搁有一包泰式酸辣酱，你蒸蒸的啊，混来做好吃。还要吃鸳鸯虾饼，来200多啊，200。一包够你，哎，200够了没？200，阿伯一包够你，200多啊，4包，200。好，老妹。哎，分两个啦，我刚考十啦，这路人过来啦。哎，200拢有啊吼。好，张姐。分少呢哎。哎，200够少少哦，200。哎，要小饼200。后边迄个，200拢有啊吼，啊无开一百多啊，春节尔来一百，
好，一个。还一百。来两个。还一百最好一个。一百。一百多啊。来，头前搁一位。还有鸳鸯小饼铺啊。啊，这好嘞。你讲人要点菜？算鱼啊？有咧多。啊，啥物食算鱼的？你搞出来哦，出来袂叫水的。内面还五百多啊，五百。还两地五百，三地五百，四地五百，啊，七地够你五百多啊。来五百弄完哦，来跟我小家庭来开三百，对吧？吃不了开三百。五百节，来三袋四袋。五百节三百节，来五袋。来，我那提个，我那提个。我五百节啊。好，来三四，来五。啊，另外再个一卡我啦。好。哦，另外拿五我啦。来，边跟我小家庭来三百，对吧？三百，什么？三百。来三袋。来三百弄完哦。我怎么会有？